这小子好像还有点水平嘛。切，这种程度，我们火院不说有1000，至少也有800。就是，也不知道魏老师怎么想的，竟然还让他空降第100名，这不是白白送他资源吗？ 哪个是莫凡？我。都快到学期末了，你转系过来做什么？我这里可不收你这样游离不定的废物。你说这里不收废物？哼！可我怎么感觉这个学堂里废物倒是挺多的？还是说你教出来的学员水平就这样了？这你就不懂了。魏老师送他资源，就是想让我们去抢。既然你如此嚣张。 那我给你个机会，我将你这个月的成绩列在第100名的位置上，然后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火院的规矩，挑战日所有人都能向排名在自己之前的人提出挑战，而被挑战的人不能拒绝，否则就自动让出排名，交出资源。这小子排名100，而且得罪了全院的人，到那天岂不是有1000人可以打他？ 我也去报个名。哼，我的天，这车轮战可要创历史记录了，累都累死他。这就是狂妄无知的代价。哎，有点饿了。听说后门美食街新开了几家店。 等会儿先去哪家呢？哎，比赛确实得好好计划计划，硬打也不行哦。你不是那个郑佳慧吗？啊！莫凡，哎，别走啊！我是火焰公敌，你是最后一名。 大家半斤八两，你怕我什么？我知道你所说的废物里面就有我一个，我承认我真的很差劲。哎，看他刚才画星图，明明水平不差，这家伙就是心理素质太差了。努力一把，绝对能让人刮目相看，就像当年的小猴一样，一直倒数第1名，还挺耻辱的。你想不想摆脱这种局面？啊，算了吧。 我已经决定念完这1年就离开。哎，别这么自暴自弃嘛。喏，这个速控魔器先借你用。让我来说，你的问题根本不出在修炼，你缺少的是资源。大家都是靠本事考进学校的，这要说实力的话，排名1000名以后的同学都是半斤八两，所以谈不上谁比谁强。我猜。 你多半是因为一比赛就紧张哆嗦的，连星轨是怎么描绘的都忘了。你和我又不熟，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，你和我的一个朋友有点像。再说，我也看不惯他们欺负人，咱们一起打脸他们得多爽！但，我可没什么能帮你的。没关系，我又不……哦，太好了，佳辉，多谢你提醒我。 好期待呀！没想到今天会来这么多人，还不是大家都想看着小子被教训？没错，这小子实在太嚣张了，不打不足以平民愤。莫凡到了没有？马上来主席台。 小子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你给我写份检查，然后再向全系学生低头认错道歉。我允许你退赛，并保留学员资格。不需要。行，那就开始吧。这小子还挺有骨气的，能下得了场再说吧。被挑战者莫凡，位列第100名，今日挑战人数。 一共231人，第1位挑战者736名，张佑赫。莫凡，排行第736名的张佑赫，想必就是你口中那绝大多数废物中的一员。如果你连他都赢不了，你就自己滚出火院吧。我可以接受我的火院里有几个废物，但却无法容忍没有本事还不知廉耻的学生。魏老师，你现在说这些话是不是太早了一些？开打！老魏啊，你又何必非要跟一个学生怄气？白眉，你就是对学生太心慈手软。这小子是肖院长亲自办的转学手续，这种学生一向众星捧月，自以为是。如果不让他在这里好好摔一跤，以后很可能会因为这种心性死在妖魔的手上。好快！不可能吧？这家伙的星图描绘速度怎么可以快到这种程度啊？防御魔具！地上莫凡正。好废的学员，也不知道怎么杀到736名的。看来这小子也不是完全吹牛，还算有点实力。能够一个猎拳打飞张佑赫的人，火院多了去了。我去给张佑赫治疗了，今天我可有的忙喽。 下一个，水火双修。同学，你会不会太矛盾了一点？要你管！水域。这位莫同学，明明可以很快解决到对手，非要这样，还真有点任性呢。是刘，好帅呀！你好，丁玉眠。你好。下一个，许空光。 打起点精神来！哎，暂停！怎么了？我要上厕所。啊？在干嘛？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嗨，人有三急嘛。哎，快去快回！哼，管天管地，你还能管我上厕所时间？没恢复异常魔能我就回来，算我输。 莫凡，还是莫凡正！哎，喘口气都不行了。哎，老师，我要喝水。你到现在已经找了多少借口了？还要不要再让你睡个午觉啊？啊，那倒不用，不能耽误大家太多时间。天哪，已经打败了50多个。 还都是用相同的一招，到现在为止，莫凡一直用的都是初级魔法，我没看错吧？他应该使用了0级的火焰，威力要比普通火字强很多。原来雨眠同学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即便是0级的火焰，火字的威力也绝对不会强到这种程度，整整翻了4倍有余。啊？什么？4倍？莫凡的火字已经修炼到了第4个级别。 再加上0种，不会吧？初级魔法要达到第4个级别，需要将7颗星子全部强化，那至少需要价值3500万的金魄，这都可以买2个火系灵种了。看来这位莫同学还真是财大气粗呢。哎，我就不信没人能收拾得了你了。希望这个挑战者能给点力，直接把你打出虎穴。怎么是他？ 这不是那个千年吊车尾的家伙吗？他怎么也有脸上场？哎，莫凡白捡个便宜。你好，好了，终于要结束了。哎，还记得我说的吗？嗯，那就出手吧。好，好。要不是真的，你这么慌干什么？我知道，可是什么？哎，别紧张。 到时你只要一出手，我就立刻认输，简单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要输给你，我就成了最后一名，这样就谁都不能再挑战我，只能我挑战别人。在最后一个挑战周，向前50名直接发起挑战。这么做既可以避免车轮战，还可以晋升排行，然后你也能获得第100名的排名和资源。怎么样？好，我确实需要更多的资源。 你随便向我发一招就好了。喂，别告诉我你连7颗星子都连接不起来。你练习的时候不是很熟练吗？这样做真的好吗？同学们会看不起我的。你以为他们看得起过你吗？在这里，强者才能得到尊重，否则就永远是一个笑话。你觉得你的处境还不够糟糕吗？你早就已经在谷底了，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让自己向上走。 我真的不行。你的修为明明不低，却紧张到在别人面前连一个魔法都使不出来。你这副鬼样子还做什么法师？我看你还是早点放弃吧。你懂什么？原来你还是有一点点自尊。来，别慌，再试一次，咱们有的是时间。时间了，对不起，我不干了。站住！走啊！丢人啊！干嘛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小子，那我来帮帮你。郑佳慧，你要是真的完成不了一个最基本的火姿，那就赶紧下去，别站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了。对不起。 当着这么多同学和老师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对不起。你一开始为什么不拒绝？你想清楚，真的要去讨好这群从来就没有看得起你的人？我真是没想到，你是这么懦弱且自私的一个人，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我曾说过，你像我的一个朋友，现在看来，简直是对他最大的侮辱。 这明明是你自己惹出来的！你和我结交，也是为了帮你逃避这场争斗，你在利用我罢了。利用你？你以为我真的需要利用你逃避这场战斗吗？我不想打下去，是为了给你们整个火焰留一点颜面。你现在给我站在一边好好看着，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废物。我会让你好好看清楚，你所谓要讨好的这些火焰同学，在我莫凡面前什么都不是。今天。 我要是能够败在你们手上，我莫凡向群里1000人一个一个磕头认错。大猩猩，给我叫下一个！他刚才叫魏老师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嗯，是你自己说的。你败了就要给我们1000人磕头认错。下一个，贾振龙。贾振龙，这个莫凡实在是太嚣张了。后面的人下手一定要重一点啊！贾振龙居然也来了吗？贾振龙。 就是那个经常去野外狩猎妖魔、实战能力名列学院前茅的猎法师学生，他好像还拥有灵种吧？没错，要不是得罪了一些世家子弟受到排挤，他的排名远远不止现在这样。把戏该结束了，来吧，拿出一点真本领来！别以为那些对付虾兵蟹将的手段能对我有效。切，又一个。废话篓子，我子子没言。 我子完全攻不进去，贾振龙，赶紧把这转系生打下去，免得让他真以为火焰没有强者。哼，你这招对我没用的。现在尝尝我的魔法吧，聚影钉，双子。贾振龙的暗影系魔法已经达到第二个级别了，那一旦命中，岂不是精神都会被锁住啊？ 连初阶魔法都施展不出，莫凡这家伙真的完了。哼，这家伙刺绣暗影系，却专门跑到火系，哼，有点意思。换做别人还真就中招了，不过很巧，因为我。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样老道！山岩、灭拳、地上，哦，这招可以。火姿，爆裂！ 好快，还不是仗着铝模具？这家伙也真狡猾，竟然藏到现在。哎，可惜啊，只差一点。还是贾振龙的凯模具更牛啊！防御完全立于不败之地，这下稳了。哎呀！ 力拳，轰天！哇，这样都能被他逃过去，这莫凡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啊！贾振龙还是有点东西的，至少把莫凡的中阶给逼出来了。30多个人才刚刚逼出人家的中阶魔法，不管怎么说，也算是有突破了，对吧？好，下面。 这群没出息的东西，无非是逼出了一个终极魔法，搞得跟大获全胜似的。可恶！不过你别得意，你打不到我，我却可以一次次的攻击你，耗也把你耗死。我没得意啊，就你这点招数，不至于不至于。这家伙的凯魔具防御性强。 近身攻击完全是浪费力气，只能雷焰电长，啊，灵系雷电，这一场莫凡胜，又输了。莫凡好强啊！竟然是雷火双修。 而且还都是双灵种、双四级出阶，难怪这个转系生敢在大会上这么出格嚣张，原来确实有自傲的资本。之后的挑战，排名140之后的人恐怕都没什么希望了。这位莫同学看来也藏了不少东西呢。再没有人出来彻底打压一下此人的嚣张气焰，他可就真要上天了。不过。 我倒是不希望他太快被打下去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！哎，快上我看看，我要出大新闻了！火源这下出名了，合伙欺负一个转系生，结果被人家给打哭了。哼，活该！火源平时一个个眼睛都长到脑袋顶上，现在被狠狠打脸，痛快！哎，快看，又打败一个！我们也去现场看热闹吧！哎，一起去！走！总算有个人能顶住莫凡了。要真被那个大魔头打穿底，那就是火焰天大的笑话了。李玉洁土火双修，土系本来就是防御最强，而且他也是双灵种，还只防不攻。莫凡绝对遇到硬茬了。打到现在，莫凡的魔能消耗也不容乐观。我想你的魔能已经快告急了吧？认输吧，这个战绩你应该知足了。要不是你有点小聪明。 竟然将资源用来强化消耗较小的初级魔法，根本撑不到现在。哼，趁人之危还自以为得逞了。你不会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吧？看我好打！飞炎猎拳九宫，不好，快救人！收！我输了。这也输了。这个学生不但技能炉火纯青，收控自如，而且做事也很有分寸呢。看似狂妄嚣张。 其实骨子里是个善良的人，你看呢？老魏啊，你们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？问他吧。哼。这九宫果然非常消耗魔能。这大猩猩上场干嘛？又想玩什么花样？ 就到此为止吗？什么？凭什么？我收回我之前说的话。你的表现已经让大家都很吃惊了，可以了。你以为我打到现在是因为你的那句话？我相信没人生来是废物，除非连他都放弃他自己。你的火系和雷系魔能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你接下去。 还怎么去面对排名更靠前的挑战者？难道你真的想在全院师生面前挨个低头认错吗？这是我的事，叫下一个。怎么样？下一个111名，刘乾。 挑战他了，太好了！由你来终结他，太完美了。其实我更愿意第一个挑战，可惜没排上，那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副趁人之危的样子。不过这场闹剧终究要有人来完结，正好轮到了我，仅此而已。其实我还是很敬佩你的魄力的。 我觉得以你的实力进前50或许都不成问题，结果却要换成我111的排名，我还真是受之有愧呀。你觉得我们两个谁更帅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各有千秋吧。虚伪。那如果说是我，你又得说我自大。我说你虚伪，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你是一个虚伪的人。 至于谁帅的问题，哼，什么各有千秋。我明明甩你几条街好吗？请摆正自己的位置。谁是你？有病吧？我懒得跟你说这些无聊的问题。你的嚣张狂妄就到这里吧。乾坤，你们雷院怎么会让这样一名出色的学员转来火院？你是故意让他来踢我们场子的吧？我的学生，别装了，老钱。莫凡此修的是雷系，可我真不认识他呀。我们雷院就这么点学生，来来去去我都认得。什么？从来没有见过这小子呀。那个，这学员好像是我们召唤系的。今天我刚收到他的转系资料。易玉泉，我警告你少开玩笑。照你说的，这小子不就拥有3个系，是高阶法师了吗？那他还来这里干什么？ 不信你自己看嘛。嗯啊啊！召唤系，好像是真正的妖兽。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呀！见了鬼了，这小子真的拥有3个系。他难道就是那个天生双系、天赋排行榜排名第5的学生？ 可那个人，不是传言已经在交换生历练中死了吗？第3个系，这人是高阶法师吗？原来是他，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了。他到底是谁啊？他之前在分校区的时候就非常有名，凭借着召唤系挑战全系学员，并获得了分区大魔头的称号，竟然又死而复生了。 抓紧时间恢复魔能，老朋友，就交给你了。下一个于振超，老师，我能不能不上啊？我弃权，给我滚上去，否则我把你踢出火院！没出息的东西！分校区大魔头神秘复活，卷土重来，召唤生物极星狼几乎无敌，连斩49人。 转系狂人完全不可能挑战火院颜面扫地。太强了！院长，以上就是火院的比赛情况。就是现在了！大狼已经不行了，加油啊！再来一下他就完了！上啊上啊！几个了？183个。不会真全军覆没吧？哎，嘘，辛苦你了，老朋友，回去休息吧。下面让我来。 他怎么把契约兽收回去了？他不会还有别的契约兽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可能！下一个是赵姬，赵姬排名101，是这次挑战者中最强的了。他这个时机上场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对，莫凡已经黔驴技穷，此时不拿下他更待何时？ 你好像很受欢迎啊！不是我受欢迎，而是你太讨厌。你这个100名原本是我的，哦，可是你一来，直接就被定为100名，把我给排挤出去，这不公平，我不服气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必须在所有人面前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名次。我知道你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恢复多少魔能，但我绝对不会手软的，想认输都不行。巧了，我正好也想说同样的话。啊，是光系，又是个麻烦家伙。光佑，画壁，不是吧？好，那就睁大你的眼睛看仔细了。千钧，霹雳。 夜叉，这次的不二光佑完美克制雷系啊！哎，现在还不好说，要看魔法等级，夜叉只是中期2级，而且他反应力已经快到极限了吧？只要能打趴他就好。想一鼓作气把我干掉，失算了吧。 这样一个中阶魔法之后，你好不容易恢复的魔能还剩下多少？还能受我一击吗？该为你的狂妄付出点代价了。铁拳，你上！糟了！咒技的呼吸居然也是灵种，双灵种对双灵种。 这就是前100的实力啊！但一个是火力全开，一个是强弩之末，终于结束了。啊！不会有事吧？啊！冰离盾。 幸好还有魔具护体，否则以莫凡眼下的状况，这下恐怕会伤得不轻。那个叫赵姬的学生，手段太残酷了。这只是同学之间的比赛而已啊！哼，那我就直接送你滚出火系吧！火姿爆裂！这样下去的话，哼，这下赢定了！龙离反刺，人造人。 防御效果不怎么样，但是反击力还行，没卖亏。赵姬，是你输了，下场吧。我，假如是面对妖魔的话，你早就没命了。让他受伤也够了。101名的赵姬都敢打，这么嚣张的吗？好像赵姬也是他家族的人，不过地位差很多。给我滚！在我没有直接废了你之前，大半年没见，火气要不要这么大啊？那我管不了，谁伤了我的朋友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客气。你倒是老样子，要不是听说有大挑战。 我都不知道你回学校了，正常挑战而已。原本以为要在棺材里见到你了，现在看你挺好啊，你头发染得也不错，是吗？喂，那是谁啊？现在还在比赛呢。嗯，我坐这去了，好好打，放心。 是，总算把这个大魔头给耗干了。只要再出现一位前200名的，这就赢了。也不知道你们在高兴个什么劲儿，200多人已经超厉害了。你们火系已经输了200人了，那也好过全军覆没，成为全校笑柄。这家伙何苦呢？真是。最后一个挑战者，周彤。哎。 魏老师，赶紧叫开始吧，别给他太多休息的时间。老师，快点开始吧。现在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肖院长，肖院长，肖院长，莫凡，你也下来吧。 没有必要非搞得鱼死网破的，对你自己以后火焰的发展也没什么好处。嗯，您说的也对。向魏如老师认个错，向全体火焰的学长学姐们认个错，毕竟是初来乍到。这个，好吧，肖院长说的对，我向火焰全体老师和同学真诚道歉，这次是我太冲动了。 啊！就这么结束了？不是说好一个一个道歉过去吗？就这样结束，也太让人火大了吧！啊！让周彤和他打下去！肖院长，若是不能让他挨个低头道歉，我们火焰还怎么在学校立足啊？伟荣啊，真要打下去。 这个周彤不一定是莫凡的对手，他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，周彤怎么可能胜不了他呢？真的，嗯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利害关系。让周彤打下去！都给我闭嘴！今天我已经对你们很失望了，这场挑战到这里，也根本没有再进行下去的意义。 原本我是想要让火焰里的每一名学员都成为精英，成为出色的法师，所以对于中途加入的转系生才会这么苛刻。可现在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没有比绝大多数火系学员更弱。你们真要对自己不满的话，就在之后的时间里用正正的方式，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起哄，挽救了一点点自尊。自尊这东西。 是需要靠自己的双手拼出来的。我衷心希望，有一天哪位学员能在这个转系生全盛的时候将他打败，那才是对我们火焰最好的交代。现在，全体解散。肖院长，您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 我都快等急了，少惹点事有那么难吗？你今天伤得不轻啊，我帮你治疗一下。嗯，赶紧去吧。你的体质好像有点奇怪，你的身体是不是使用过什么不是很正统的方式调理过？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？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。如果可以的话。 建议你去找一位实力更强的治愈系法师，对你的身体进行一番全面的检查。我感觉到你的身体里有一股很暴躁的因子在，不像我们常见的元素魔法、白魔法、次元魔法。非要说的话，它好像偏向黑魔法。这位老师修为很高啊，竟能感受到恶魔系的残余力量。啊，好的。 我会去咨询的，谢谢老师。哼，这家伙绝对开了外挂！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大魔头凯旋归来！嗯，哎，图图，莫凡太累了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你也真是，刚回学校就这样肆无忌惮出风头。主校区的学员整体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要强很多啊。火焰天生灵种的人也不过排在100多名，那前50乃至前10的，不都是一群怪物吗？哼，要不是萧院长恰到好处的出场，还真不好说。况且这还是整个主校区其中一个院系而已。这大半年我的修为都没有什么增长，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大力提升，否则想脱颖而出就难喽。 模具这一块儿应该是最容易突破的。高品质的铠模具防御力不可小觑，但那块玄鳞蛇皮找工匠制作还得费些时间。另外就是契约兽了，哼，今天如果我有一头好的契约兽，早解决问题了。嗯，明天就去，一天也不能等。 你说什么？叫我帮你卖东西？你家不是开竞拍行的吗？我这里有一些战将级妖兽的尸体和精魄，还有灵种碎片，你想办法给我卖个好价钱。你现在这么缺钱，追哪位女同学这么烧钱呀？哎，别三句不离本行行不行啊？我想买一只契约兽。哦，懂了。嗯，小事一桩。 我跟竞拍行打个招呼就行了。嗯，这是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还卖星图之书？啊？类似彩票。啊？别骗我啊！来的路上看一群法师再买再看，别逗了。啊，是这样的。 这叫织密卷轴。法师们在野外游走时，经常会获得一些不太确实的消息，就写在这些卷轴里，按一定的价格出售。我这里有一堆呢。啊，信息是真的话，那倒是赚大了，省下了一大笔购买信息和发布悬赏的钱。信息是假的或者过时了，那可就白忙活了。嗨，法师嘛，谁身上没几个闲钱？ 信息时代，什么最重要？情报。比如，万一运气好碰上一个靠谱的，抢先出手就有可能捞到很大的好处，比如稀有妖魔喽，天才地宝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如果是确切的情报，就会拿去正式发布悬赏了吧？不过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，而且竞争激烈。孺子可教。事实上，织密卷轴也不是你想象的完全靠瞎蒙。如果同时买到不同来源但之间有关联的信息， 那准确度就极高了，而且那些卖卷轴的法师也是要顾及自己的名誉的，不会下来。哎，卷轴多少钱？嗨，啊，送你几个。哦，啊，哦，明珠江中有剑奇海妖出没，月阴之时可能会遇见。剑奇海妖是制造剑模具的上品材料。 价格倒是被炒得很高，可惜我对抓鱼没有兴趣。哎，算了，这钱烧了。啊！哇塞，这消息极有价值啊！啊！卓园北角岩鸡有新生命的迹象，这岩鸡是什么？那是元素妖中最为稀有的一种，凝聚天地火焰而诞生的生命体，价值无法估量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哎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一直以来。 元素妖都是召唤系法师梦寐以求的契约兽，岩鸡更是其中极品。你要是能够与一只岩鸡签契约，那就牛大了。单靠着岩鸡，杀入前10都不成问题。而且像你这种修火系的，有了它，火属性还要再提升一个层次。嗯，可能还会有某些特殊的效果，那你这火就相当霸道了。魂中之下，直接无敌呀！ 学院之中，拥有火系灵种的人已经不在少数。我的眉眼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出优势。若是在签订契约兽的情况下，还能够增进火系，这简直就是完美契约兽啊！哎，喂，你怎么了？你，哎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快，快帮我去把所有可能与岩鸡有关的织密卷轴全买下来！啊？喂喂，那可得不少钱呢！我这……盐基只存于卓园北角，所以我把所有有关卓园的卷轴都买回来了。 原来盐基是可以养成的，所以最好从幼崽就签契约，到时蜕变出一个混种级火焰，就逆天了。卓园地区自古是生命禁区，不但酷热荒蛮，而且妖魔横行，很多还是上古遗种，没一个好惹。啊！但同时那里也有无数古物至宝，啊，很多还是别处没有的，所以总有法师去冒险。这书里说，现在卓园最有名的妖魔是沙虎魔族。 凶残至极。现在我们知道位置、路线、危险性以及有什么好东西了，就差实地考察喽。啊，你打算去了？就这点情报？去一趟又没有坏处，就算没找到盐基，当是历练也好。你别给我提历练，你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伤疤好了，当然就不疼了。难道还记一辈子？既然你要去。 那就祝你好运吧。什么祝我好运？我说过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吗？你不会是想把我也拖去吧？你说呢？我才不去！不去跟你试试！神婆！好了好了，真是怕了你了。但是就我们两个人，肯定还是不行，得再找帮手，一定要信得过的。 唉，废话，我早想过了，人命算一个。这小丫头人小鬼大，又有丰富的猎人经验，可以。我还有一个好兄弟张小侯，现在是位法师，而且防区就在卓园附近，他肯定去。到时他会在卓园直接会合。还需要一个治愈系。卓园之行的凶险就不用说了，没有治愈系法师就是去送死。哎，我也正想说这事儿，你这边有好人选吗？ 真没有，家族里的大佛我也请不动啊。那有点麻烦。本来想找白婷婷，但她不知去哪儿了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新夏妹妹不就是主修治愈系的吗？而且还辅修心灵系，安抚妖魔一级灵，不能再完美的人选了。她，哎，不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情况。哎，可你有吉星郎啊，吉星郎可以全程照顾她代步，还可以保护她。 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如果非得他，那我宁愿不去。哎，我也就是个提议，那就只能另外再想办法喽。我收集了所有能到手的猎人地图，绘制了这张卓园地图。其他先不说，第一关沙网河就有大问题。怎么了？哎，莫凡，玲玲。 哎，别误会，这是我堂姐赵晨颖，也是主修土系的法师。听说了我们的计划，也想参加，所以我把她带来了。大家好，我堂姐可是燕都学府的高材生，比我强多了，人也靠谱。我没什么意见，可是这次行动比较危险，而且也没什么好处。我懂，历练嘛。那欢迎。你们看。 沙网河是进入卓园的必经之路，里面栖息着象沙妖兵，属于土属性元素妖，单个并不难对付，但成群结队就极为可怕。那直接打过去呢？想都别想了，一整只卫法师、猎法师都不行，别说就我们几个。那总还是有闯过去的人吧？我们需要一个心灵系法师，否则这事就到此结束。啊！心下。这件事我已经告诉心夏姐姐了。喂，心夏。莫凡哥哥，你们的事我知道了，我愿意加入。不行。莫凡哥哥，我理解你的担忧，你把我保护得太好了，让我可以不需要去考虑任何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 那次得到你不测的消息后，我心里有多难过。我的治愈系魔法救过很多的人，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做，只能在离你很远的地方担心着、祈祷着。我想在你身边，离你更近。我不想等到真发生了什么，才开始毫无意义的后悔，后悔自己本可以为你做什么。 我也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柔弱，我更不想做一个柔弱的人。而且，我听玲玲说，卓园虽然凶险，也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。莫凡哥哥，所以我也在想，我的病会不会在那里有一点治疗的希望？莫凡哥哥。 如果你一定不让我去，我也会听你的话。但是，我想去。心夏姐姐的病我们都知道，但也许正因为这样，她才更渴望有一天能够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，更无垠的天地。而且还有我们呢。心夏，让莫凡想一想吧。心夏确实只是看上去柔弱，其实比大多数人都要坚强。 我将她保护得这样严密，但却从来没想过，这是不是她想要的？她愿意被我呵护，是对我的尊重与依赖，但一定更愿意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也应该尊重她的意愿。卓园是一个凶险之地，也是一个神奇之地。既然能有炎姬这样的生物，说不定也会有其他的奇遇。 心夏，你来吧。哎，凡哥，哎，终于到了。 真好，又能一起历险了。对，前面没路了，下来看看。这就是界碑线。过了这道断层，就出了安界，正式进入卓园了。卓园妖魔的密度和层级都会出乎你想象，从现在起多打起12分精神吧。我先下去。 这鬼地方热得也太过分了吧！这里火元素异常丰富，所以才会出现炎姬这种。哎，小心！这是沙夏湖。 战将集中比较凶猛的生物，别大意。真是晦气，才进来就遇到这里的土霸主了。这里战将级生物都随处可见，那些奴仆级岂不是根本没法生存？很饥饿，很暴躁，安抚起来很难。这么说，是躲不过去了，那就战斗吧。小红，哇，这小子真的是胆儿真大呀！注意，傻小鬼在战斗中，如果身上冒出血汗，那是他要狂怒的征兆。你们小心，千万别被他攻击到。 还以为是个鲁莽家伙，原来早就在设流沙陷阱，给沙小五往里面跳。沙小五最恐怖的就是爆发力和冲击力，即便你有准备，也未必躲得开。抑制住这个特性，也就大幅度削弱了它最具威胁的属性。嗯，咱们也上吧。炎症。 光佑整顿，力拳，九宫。 看来这远近驰名的妖狐，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嘛。他好像之前就有点受伤了，而且你的土系灵种在这沙地中可以大幅度加成。这沙啸虎没能施展全力，就被你们耗死了。唉，这家伙也没有一骨一皮之类值钱的东西。嗯，居然就这么点货色。 话说，你搞了不少钱了，怎么不尝试将自己的初阶魔法提升到第5个级别呢？初阶5级？啊，第4级升到第5级需要7颗战将级晶魄，要1亿多呢。你给我钱的话，我马上强化。继续向前出发吧，别在这里耽搁时间了。等到了沙网河，有你们发挥的。 嗯，不是说这里随处可见白沙妖兵吗？为什么我一只也没有看见啊？啊，接着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往远处扔。 哦，一块肉而已，要不要一下子涌出那么多来啊？倘若我们这一队走过去，那还不得出现1只白沙妖兵的军队啊！我们今天就在这河畔扎营休息，等明天天一亮再出发也不迟。嘿，对对对，扎营扎营。 心夏，你感觉累不累啊？嗯。哦，是是是，老狼你最辛苦了啊！那些白沙妖兵似乎只是想守护领地，他们的心性不像沙夏虎那样暴虐，我应该可以安抚他们。好，但你也不要太勉强了。嗯。 戈壁沙漠就是这样，昼夜温差极大，灼源更是如此，冰火两重天啊！嘿，方哥，你倒是方便。好、啊，嘘，哦，先别说话。啊，是沙啸虎群，你快去保护其他人。 不要啊！我的天！要不我们这次纯当来旅游一趟，该回哪儿去就回到哪儿去啊！咱们不是还有星夏吗？应该不会像他们那么惨吧？你的心灵系魔法真的能安抚这些妖兵吗？嗯，刚才那一片已经染了血的白沙妖兵，情绪是暴躁的。我们从这片过去，肯定凶多吉少。但只要走那些没有染上血腥味的区域，我能够保证，他们不会攻击我们。 可就算是这个样子，我还是觉得瘆得慌。万一出个什么意外，可就全打在这里了。那伙人这样大动静踩进沙网河，才惊动了妖兵。我们只要行事小心一些，再加上星夏姐姐的心灵系魔法庇佑，就和过一条干河也没什么区别。你肯定？按照之前拟定的计划走，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没我允许，绝对不能在河中使用任何魔法。 因为一旦有魔法气息波动，那些白沙妖兵就会下意识进行攻击，那时局面就会失控。要不，我们谁下去先试一试，总好过一下子全军覆没啊！这个主意好，大家这样心里有个底。问题是谁下去呢？ 嘿嘿，你是位法师，本色一流，又拥有两个位移技能，除了是跑得也快，就交给你来吧。哎，我听凡哥说你的防御堪比千年老龟，我想就算出现了白沙妖兵，以你的重重保护，也能支撑到我们前来救你的。还是你来吧。我是这个团队里的输出，这种事情也就你们两个坦克比较合适。尽管去吧，不会有事的，只要记住。 没有我明确指令，不要使用魔法就好，那样只会让你身处险境。啊！是你们撑的，我斗这个嘴干嘛？作茧自缚啊！哎，小心啊！你小点声。 啊！操！不能动魔法。你没吓尿吧？我都差点以为你死定了。还不都给我下来？你们想看到什么时候啊？西夏，你要一直施展心灵系魔法吗？那样的话，岂不是很消耗魔能啊？这沙网河的妖兵其实没这么密集，有人踩入他们的地盘，才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。刚才那一片的妖兵已经被我安抚了，不会再来袭击。 等到了前面另外的白沙妖兵地盘，再施展就好了。哦，那就好。不过，这沙网河究竟有多宽，还没有估算过。我也不确定，魔能能不能支撑到我们安全过河。走得太慢了。 要不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这沙网河呀，沙子都是比较重的，风一般吹不起来，会被吹起来的，其实都是死在这里的人的骨头所化成的灰，因为骨灰的重量比较轻一些。嘿嘿嘿嘿。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妖兵几分钟，西夏姐姐抓紧！收起来！对不起。西夏，没事吧？ 这里栖息的都是血统更高的妖兵，他们的心智也要更高一些。我需要施展更多的心灵安抚，才能让他们的敌意消失。所以，你们要尽量保护我，不受外界干扰。好，好，猴子，你可别再说什么废话了啊！夏，要不休息一下吧？你一路上一直在消耗魔能，会受不了的。我还好，再坚持一下吧，也许就快到了。能看到前方的路了吗？还有多远？嗯，等一下。啊？我们走的路线出现了一些偏差，没有直线横穿。 现在大概还有3、4公里的路程，我的魔能恐怕支撑不到那么远了。西夏，还能够支撑几公里？最多2公里。那怎么办？那也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啊，总不能退回去。哎呀，大不了最后我们直接冲过去。 只要上岸就安全了。全力飞驰的话，多出来的这1、2公里花不了多少时间。哎呦，猴子，你太乐观了。刚才那些妖兵出现，就像是一面面不透风的墙，足以围成一个沙城了。这沙网河里的妖兵，只有感觉到有东西进入才会聚拢，而且每次惊动的范围有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是有办法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别处，即便不用心灵系的安抚，也可以顺利前行一段距离。问题是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吸引他们呢？有了，让一个速度快、闪避能力强的离队去惊醒并引开妖兵，然后其他人趁机冲过去，再想办法将那人接应过来。 啊，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大概率那人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，不能让任何人冒这种险。范哥，但我们不妨按这个思路展开。所有妖兵聚集在一起，我们连还手余地都没有。可如果能将他们分成好几股的话，比如速度快、灵活的人可以吸引一股，防御能力强的人可以再分掉一股。 战斗能力强的则以最快速度消灭眼前妖兵，扫荡出一条通路。还不够的话，星夏姐姐再以心灵系魔法安抚，这样就可以节省很多魔能。哎，这个办法好。嗯，合理分工，集众人之力，这才叫团队。但就算这样，每个环节都还是可能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，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，否则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全军覆没。 这已经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了。与其站在这里纠结，浪费心下的魔能，不如向前见招拆招。反正这个险是冒定了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走！来了！所有人按方案进行，趁这一片的妖兵还处在心灵休眠状态，赶紧站到各自的位置上。 大家注意我的手臂，如果落下，就准备战斗。别忘了都戴上耳麦。嗯。上来就这么狂暴！啊，不好！赵满岩那边的巨人数量怎么这么多呀？什么？不是吧？这巨人竟然不是平均分配的！这应征肯定不行，我这边尽快解决，一会儿去帮你。水域循环。 没了啊！光耀圣盾，救命啊！我去帮他安抚一下巨人。已经被激起杀意的巨人，安抚起来本来就难，一开始就将你的魔能耗掉，接下去的路将会更难走。放心，赵满颜的防御能力是我们中最强的。他那边巨人虽然多，但同时能上前砍他的数量有限。 只要能撑住前面几个，在他魔能耗完之前，他不会死的。我谢谢你啊，姐！赵满颜分担了大多巨人，离他最远的张小猴这边就压力小多了。而且他有两个急速移动技能，还有很不错的铝模具，自保应该也没问题。我的暗影系对影只差一颗精魄强化就能提升到第4级了，现在嘛，你们等着！都这么聪明的吗？快，快！就差这么一点，一旦巨人合围，就死定了。 猎拳，九宫。 这巨人还真是狡猾，居然还会分兵打埋伏。幸好我及时练成了第4级对应。 战斗力怎么可以恐怖到这种程度？底波，信路。莫凡，你这边清理了之后，尽快去赵满岩那边，我看他快要撑不住了。收到。等一下，莫凡哥哥。啊？怎么了，心夏？ 就是治愈精灵，它会伴随在你左右。你受伤了，它会立刻为你治疗。但每受伤一次，它的身体就会暗淡一分。等它完全透明消散，这魔法便结束了。这也太牛了吧！怪不得治愈系法师这么值钱。怎么还不来啊？撑不住了！我去了。 你只是捅了巨人老巢了吧？怎么不早说有这么多？你别说风流话了，最多3分钟。你再不救我出来，我总会缠着你。我也想救你，但也得进得去啊。还是我出手吧，凡哥，我来帮你。啊，猴子，你来的正好。灵掌，地波。 是地波挪移技能，猴子，你小子不错，没白跟着掌控学习。多谢凡哥夸奖，我不但用了挪移，还用流爪覆盖了这一片，妖兵别想再遁地，行动也会更笨拙。走，我们一起杀进去。嗯，帆哥，我来掩护，你尽管施展本领吧。嗯，千钧，霹雳，夜叉，炎症。 喂，赵板爷，我们这就过来。憋死我了！报告！给我一起狠狠灭了这帮孙子！好，上！